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乃婷，工作是一个 casting 跟一个经纪人。台湾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具有同整性的一个平台，所以我必须要从很杂乱的资讯里面，然后自己再去做一些整理，知道拍手他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做这样子的整合，其实我是蛮开心的。演员可以把自己的资料很随时的更新上去，我们也可以从上面得到找到我们想要的演员，并且知道他可能最近的样子，还遇过什么作品。有一些演员我们可能真的还不认识，从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演员。期待大家可以加入拍手这个平台，可以在上面看到大家。这样吗？还是什么？我要再更简洁。